美丽的姑娘，东野小姐，此刻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成熟而稳重的男子，命运即将融入他的生命，抚平他的忧伤，你是否愿意嫁给他？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贫穷还是富裕，你也都想陪伴他一生一世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掌声祝福。璀璨的指环是你们对爱情的忠贞和敬畏，凝聚着你们所有的承诺和誓言，也是爱神的使者，代表你们的信仰。有请美丽的伴娘。邀请人，请你们将这两枚璀璨的指环放于你们的胸口之上，在离你们心脏最近的地方，用你们的体温去温暖它。请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相互称赞。就请你们拥抱并亲吻彼此吧。没事啊，没事吧？那个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一个解释！哎呦，哎，亲娘母，亲娘母，真是对不起！红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？你赶紧给亲娘母道个歉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高蜜，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，上打渣男，下打小三儿。高大圣，干嘛去？不赶紧干啥呀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，你们要干嘛？不是啊，不是亲娘，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散了，都散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走开，姐，我先走了。走开，小心，小心，慢点。没事，没事，小心，小心，慢点弄啊。哎呦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没事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你看，没事了，都走了啊。今天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，我是不是可以？赶紧走！回见。王卓，在呢。啊，到你了，下一个阳光准备。
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小姨之前不让我说，姥姥别生气啊。那王大全就是来凑数的。哎，红旗这一闹啊，真的挺丢人的。说实在的，这都平时你们给惯的。我就说过，不生孩子的男人，不要孩子的男人都不是好男人，特别是一个外国人。妈，我，那个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没大事儿。咱红旗心特别大，这点事儿在他那儿不算什么，他能平衡自己。我老了，我管不动他了。别管了，姥姥，你看啊。我小姨那么漂亮，然后那么年轻，又能赚钱，肯定有市场。都四十了，还有市场？这女人年龄就是资本，她这么大年纪，那不好找。舅妈，也别这么说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那都不是问题。哎呀，刘爱啊，嗯，闭嘴行吗？不说话能憋死啊？我觉得今天这事儿吧，这么说，不管怎么着，是因为红旗而起，对吧，妈？跟人家高密没关系。所以呢，咱别都窝在这儿了，到外边招呼招呼客人，是吧？也安抚安抚人家亲家，别让高密不好做。哎，对对，那个红梅这个说的对啊，咱们都现在赶紧出去。我去看看人家亲家啊！你们去吧，我没脸出去。那行，那你看着妈啊！哎呀，你们等会儿我。红兵，把着点儿，别让你胡咧咧。什么什么？婚礼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不能结束，不能结束！老婆，你一定要把我给拖住了啊！我一定见见我这个妹夫。哎，听好了啊，高密可以走，新郎给我留下。哎，好啊。老公，到哪儿了？你怎么还不到啊？喂，什么意思啊？非要见妹夫啊？要出来了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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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！姐，上车，爱您。来来来来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慢点，慢点。咋啦？新婚快乐！快给小祖宗我放好了，来，再见吧，小祖宗。我兜风去了，捧花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接着接着接着，快快快快过去。一、二、三，接好了。小祖宗，我兜风去了，一定要幸福哟。拜拜，注意安全。停车，停车！先生，哎，先生，您不能这样。哎，我是新郎大舅子，先生，我有请柬，危险的，我有请柬。干嘛呀？撒手，撒手！自己人。我是新郎大舅子。先生，谢谢，谢谢。干嘛呢？谢谢。姐夫，哎，高密，姐夫，这是你老公啊？啊，太好了。对对对对。姐夫，这我介绍一下，邹凯，我老公。他就是我说那客户邹总。真的？邹总您好。叫人啊，叫姐夫啊，快！姐夫，哎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我正好找你有事儿，恭喜！哎，这……哎，邹凯，邹凯，没，什么情况？你没事吧，姐夫？我没事，他也没事吧？哎呀，怎么早不说呀？如果知道是这种关系，哪至于让阳光丢了工作呀？就是大姑，对不起啊，这邹凯不知道，我一会儿说他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秘密，没事儿啊，老公。高密，你给我出来一下。啊，行，那个我先出去，待会儿交给我。妈，我先出去了。哦，好好。哎，姐夫。邹总，没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有我在啊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说了吗？没说呀，这怎么走了？怎么没说呀？我是
想跟他说呀。老公，老公，我高明，咱俩今天结个婚，先是你爸，再是你小姑，现在又来个什么姐夫，都是来砸场子是吧？不是，你们家到底什么情况？他们不是来砸场子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高家人口比较多，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之后再跟你解释。那我姐夫的事，你记得帮忙？帮什么忙？你当然得帮了，他是我姐夫，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他也是你姐夫，自己人得帮自己人。那我跟你说清楚了，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公司混为一谈，以后的工作你别插手。生气了？希望能够理解。妈，我切吧。哎，行行行，歇着歇着。不用不用你。哎哎，小爱，嗯，今天那婚礼怎么样啊？哟，别提了妈，可热闹了。得亏我没去，我就知道这种场合啊，乱哄哄的，我最讨厌参加婚礼。特别是大户人家，那有钱人家的婚礼啊，爱讲排场，那更乱。阳光，你别老在电视那儿晃，我到现在都没看清这是个什么节目。其实你别在那碍手碍脚的，你那把他在那扫地呢。哎，小爱呀、啊，嗯，你别说，你这个科沃斯这小机器人买的是真好，而且又能拖又能扫，还能遥控，妈省不少劲儿呢。妈，你喜欢就好。是高明吗？垃圾短信。哎，你说这高密怎么也不给咱打一个电话，告诉咱这事儿到底有戏没戏啊？啊？会不会邹凯他就压根儿就没看那资料啊？哎，不对，要不就是他知道这事儿，只不过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自己的盘算啊。喂，怎么了，大刘？我问你，今天为什么没面试？不是，我这等一个电话呢，我先不跟你说这些了啊，挂了啊。喂，喂，老公，你过来帮帮我吧，这太多了，数不过来。数不过来，明天再数吧。我之前听人家说吧，这新婚夫妻头一天晚上都在数钱，我还不信呢。这现在不信也不行了。这个真好看，老公，有人送了个胸针。那个是妈的朋友送给她的，就说怎么没找着，可能放红包里放错了吧。你给我，我明天还给她。我不敢，借我戴两天。你又不是不了解妈，拿他东西干嘛呀？过两天我给你重新买个新的行吗？来，给我。我是他的儿媳妇，借我戴两天怎么了？没必要弄得不开心对吧？你看你刚进门，你拿给我。我不给，我就喜欢他，我就要戴他。妈，
你干嘛去啊？我倒垃圾。别呀，我去，我跟那阳光过去。你走吧。哎呦，你在这歇着。阳光，你别一天到晚盯着那手机没完没了的，多陪陪媳妇儿啊。歇歇歇歇。那你慢点啊。啊。要不我给秘密打个电话。这新婚之夜给人家打电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你说呢？那就打吧。喂，姐。哎，秘密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哎，没有，姐。是这样，那个，你姐夫拿的那个资料，你给邹凯看了没有啊？主要是里边有特别重要的东西，关于他助理贪污受贿的资料和证据。你要是方便的话啊，你让邹凯抓紧时间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姐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好提这事儿。我刚刚才跟他说两句，他就跟我说不希望公司混为一谈。他跟你说的？所以我现在不敢再提这件事了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是不是蜜月去了？好好玩啊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人走了心在，我见机行事啊。好嘞，想你啊，拜拜。你看，老公，你看前一段时间我失业了，你是怎么安慰我的，对吧？鼓励我。然后你看现在我找着工作了，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撑起咱们这个家没问题。再说了，我老公是谁呀？那么有才华，那么有能力，然后又那么帅气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找着工作的。你什么时候去产检呢？妈陪你去。哦，我还有好几周呢，妈，不着急。妈，您就别操心了。我能不操心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头三个月胎儿不稳，我得在这儿给你们把大局。好，
还有多少东西要拿？哎呦，不多不多，那个这箱子那么大，宁可多不可少嘛，对吧？这个。妈，您忙什么呢？这是要拆房啊？啊？哎呀，我昨天不是去农贸大集了吗？啊。看，我买了农村的土牛肉。你瞧瞧，哎，这一点水没灌，没喂一点饲料。什么？香的，我给你们卤上啊！您别瞎忙活了，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，何必呢？哎呀，这一会儿再收拾嘛。你吃早饭了吧？早饭做好了，吃点啊。我吃不，我吃不。你看看这妊娠反应，这么香都闻不了。来，你来吃。早上好，谢谢老公。妈，早上好。嗯，早。吃吧，吃吧。谢谢。喂，怎么了，齐楠？我知道辞职的事儿是吧？我等会儿去一趟吧。你快点儿，刚一个劲儿的问我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伤，一天都不带唱。哎，老婆，你说我这都失业了，怎么我一点都不难受呢？因为你有我，因为你有家，因为有你的地方就是家。哎，不对，因为有你们俩的地方就是家。你们怎么这么高兴？也太损了吧！谁说的？谁敢说让你辞职啊？啊！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大能人、大功臣呐！年轻人好好干啊，前途无量啊！杨工，您先到。杨工，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啊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功的，真厉害。嗯，不是我有病还是你们有病啊？啊！哎，看你啊，太幽默了啊！凯旋地产的邹总呢，今天早上特意打电话来，指明项目继续合作，并且由你负责。此外，凯旋地产的其他项目也准备拿到公司来。哇，开什么玩笑？哎，干嘛去？哎呀，杨工，
瓜，你可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了。您玩我的吧？对呀、啊，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事实就摆在我的面前，我不得不信呢。啊，我只能说是你创造了奇迹呀、啊，咱们公司以你为荣啊。我在这儿还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可以重回设计岗了。正好费总调到杭州分公司去了，你从此你就是费总啊，不不，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接替费总的工作啊，你就是咱们的设计总监了，好吗？哎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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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，您这可是挖走了我们的一员大将。那怎么着你还不高兴啊？那你以后就得好好跟人家学习，好好跟人家合作，知道吗？一定一定一定。杨总工，哎呀，以后啊请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啊。杨总工，欢迎您的回归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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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杨总工啊，太棒了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一起向阳光学习，知道吗？是。好，干活了。好好好好，算了算了。行了，别梦了，是真的啊！来，包给我，我去泡杯茶啊。哎，高敏，什么情况？那凯旋地产突然又要跟我合作了，你昨天晚上不是说搞不定吗？姐夫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次真没帮你说话，这绝对叫那个天道。天道酬勤，天道酬勤。对对对对，天道酬勤就是这个。老公可以走了。高敏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早点提醒我？这不是姐夫递来的资料吗？不是的，老公，我之前跟你提过这件事，可是你不是一直说让我不要参与你公司的事吗？所以我就没再说了。立刻给我停掉凯旋家园的工程，还有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人员全部到会议室来开会。谢谢你啊，高蜜，太谢谢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都跟做梦似的。姐夫，我的蜜月可是因为你给搅黄的。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大餐啊？没问题，只要你不怕长肉，我请你吃十顿都行啊。谢谢谢谢啊，哎，先这样啊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你妹妹使上劲了？哎呀，看来这邹凯啊根本不是什么见利忘义的奸商，高蜜还是挺有眼光的。看来邹总是站在你这边了。应该是站在正义这边。对对对，哎，那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？哎，对呀、啊、嗯，是应该庆祝一下。我得告诉我老婆，让她高兴高兴。不行，现在上班呢，等晚上吧。晚上我请她吃个饭，给她个惊喜。哎，真是好男人，时时刻刻都想着你老婆，也不想着我们这些没有功劳有苦劳的下属。哎，你看我这脑子，你也是重要的功臣呢。午饭我请，你不爱吃日本料理吗？嗯、你到门口订个位置、啊。真的？那当然。好，谢谢杨工哥。破费了，没事。哎，对、啊、把销售部的都叫上，热闹热闹啊。现在呢，大数据显示98%的国人都有口腔问题，因为
所有人都认为啊，就是简单的早晚刷牙就是对口腔的护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推动预防护理、定期牙科检查的口腔护理新概念。我让你们准备的工作怎么样了？木木，你先来。艾总，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下咱们公司附近那家舒克的置物中心，正巧人在装修，我打算过几天再去。我们公司和其他竞标公司相比已经处在劣势，你让我等几天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能让投标会再等几天吗？陈总把资料发给大家。招标书找到了吗？啊，招标书，招标书我找到了。给我，在我电脑里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您没交代啊？我没交代就没有然后了是吗？对啊。非常棒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学生吧？我想问一下，每天在这儿干嘛呢？朝九晚五的，就是为了拿那点死工资是吗？浪费时间，浪费青春。你们都是有能力的人，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，我们一起努力拿下这个项目，好吗？好，您放心，艾总，我们大家一定努力配合。我们虽然公司小，也没什么实力，但是我们大家就这点好，没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情。我们一定团结，全力配合，全力配合。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呀？放心吧，我已经看一圈了，没你公司的人。哎，你别多心啊，这圈离我们公司太近了。我明白，咱们两家公司竞争同一个项目，咱们俩单独见面不合适，对吧？怎么样，最近公司好吗？嗯，还行吧。哎，对了，舒克这个项目是你跟的吧？没，我在做别的项目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我在公司的时候，这个项目是我们一起做的，你从头跟到尾。那我走了之后，你对这个项目是最了解的，理所应当是你接手啊。哎呀，姐，我们就是一打工的，老板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呗。我觉得这不是你最真实的想法吧？凭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是一个有能力、有理想的人。可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差着一个太平洋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有没有想法换个公司？换？来我公司继续给我做助理。哎，姐，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能力很强，但是你那个公司确实有点太小了吧。这么说吧，你在原来的公司做了多长时间？三年。四年呢是一个基数，未来的这一年里你有没有升职的可能？这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。别误会，不是你能力的问题，是公司的家族化管理。贾达正的这种性格，他不会让你升职的。你想啊，如果没有机会升职，你留在那里是没有用的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姐，我从湘西考到北京，读国内 top two 的学校，大学四年成绩一直保持在全班前三名，英语也考过了专业八级。我把别人谈恋爱的时间全都用在学习上，终于在毕业的时候得到了这份工作。而你现在让我去这么小的一个公司，我有点不甘心。一个有能力的人，
公司的大小是没有分别的，平台最重要。你看啊，现在我们两家公司呢竞争同一个项目，等于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这就像是一个赌注，压庄压闲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杨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玲姐啊，拜拜。哎，老婆，我这已经下班了啊，你开到楼下告诉我一声，我这就下来。那如果我去了你的公司，我的职业规划和前景是什么样的？稍等一下，给个信息。老公，那个晚上我就不跟你一起吃饭了啊，我这边有点事儿，下次见。这样吧，咱俩一起吃个饭，边吃边聊。好啊，走走。真不靠谱。哎，杨总监，嗯，都下班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呀？你不是约了嫂子吃大餐吗？嗨，哎呀，他放了我鸽子了，临时有点急事儿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哦，我正准备走，要不我送您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这儿还有图纸没做完呢，我做完自己坐地铁回去。你先走吧。这什么呀？这您自己设计的？这是给我未来的宝贝儿子做的婴儿车，怎么样？太厉害了。嫂子真幸运啊，能嫁给你这么好的男人。别瞎夸，就这么点屁本事。啊，对了，杨总监，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。啊，什么消息？我刚刚去找赵总了，然后我也调到设计部了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呀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刚啊，赵总同意了。是吗？对呀。啊，那挺好。杨总监，你这么惊讶干嘛？难道你不希望有我这么个冰雪聪明的女助理吗？挺好，挺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等过来以后呢，别老杨总监、杨总监的啊，听着别扭。哦，那我叫你什么呢？杨哥。杨哥啊，怎么那么社会啊？我知道了，您看啊，咱们俩这么有缘，从销售部到设计部，要不我叫你师傅吧？师傅？嗯，行，就这么定了，以后啊我就叫您师傅了。师傅您先忙，徒弟告辞。哎，杨师傅，方便面啊。故意放你鸽子的，你知道我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约了小丽，我想让她去新公司帮我。你猜怎么着？特别痛快的答应我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你说小丽要是去了我新项目，那我肯定能拿下来呀。到时候咱们家经济问题你就不用愁了，大笔分红。老公，这样你就不用受气了，忘掉那个死胖子。你说你在之前那公司干了那么多年，辛辛苦苦的，到头来得到什么了？踏踏实实的啊，不着急找工作，找一个你真正喜欢的、适合你的工作。放心，有我呢，有我呢啊。老婆，嗯，你真好。才知道啊。一直都很好。我没被开，我没被开，我
不光没被开，而且还回到了原来的设计部。我不光回到了设计部，而且我还当上设计总监。老公，你这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说梦话呢吧？哈？高密没跟你说？说什么呀？肯定是高密把那材料交给邹凯了，邹凯也看了，他发现那个工地那些问题以后，又把这项目还给我们公司了，所以我才没被开啊。真的？是啊，我今天请你吃饭的时候，你放我鸽子，我想给你个惊喜，你就是不让我。你看我就是我老公是有才华的，你说让我憋到现在告诉你，真是。真的，真的。你俩干什么呢？还不睡觉？你怎么了，老婆？我做噩梦了。没事吧？休息。你睡觉装修。老公，我怎么听着像咱们家呀？妈，妈，哎妈，妈，不是，您这忙什么呢？这唱的哪出啊？啊？哎呦，您慢点，别弄了，妈。啊？这跟物业借的。得赶紧还给人家，赶紧用。哎，别动，妈，我搭把手。哎，看看挣了吧？好，您先下来，您先下。哎，慢点，妈。哟，是不是吵着你们睡觉了？没。您这……哎呀，这都八点了，也该起来了。妈，您这到底要干嘛呀？啊，叮叮咣咣的。呢，哎，他们说呀，怀孕的人啊，多看看这个，那生出来孩子可漂亮了。你看我还买的那么些呢，一会儿啊，那面墙我也得钉一副。我在那边我还可以挂上一副。妈，我先去洗漱。哎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扫扫扫扫，来。哎呀妈！您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？商量什么呀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信这话？那您儿子长这么帅，这孩子再难看，难看到哪儿去啊？您再这么折腾，邻居该有意见了。你这什么都不懂，我跟你说，这也是一种胎教，这是有科学道理的。有什么科学道理啊？那刘爱她还追星呢，那不可能生的孩子长得像那个小罗伯特·唐尼吧？什么萝卜蒜泥的，我听不懂。反正我是为你们好。你想想，你这一早上起来，满屋大胖小子，你说那心情得多好呀！你这阳光灿烂的。行行行，没事干，你小柯扫地，快快快，干活去啊！不是妈，您干活，干活呀！哎，这个，放那边。啊，你一会儿打算出去啊？啊，我想出去转转。其实我妈也是为咱们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妈为我妈。老婆，你现在心情我特别能理解，可是我妈呢也是为了孙子，又出钱又出力的。等她过两天，她要想我爸了，她自然就走了。别这么说，我跟你妈似的，我没这意思啊。刘爱啊！不是妈，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进来呀？我自己家人打什么招呼啊？刘爱，哎，以后啊，别用你那些个乱七八糟的，你用这个又便宜又安全，拿着。谢谢妈，来过来啊！不是，啥意思这是？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些我先替你们收着啊。确
全收啊，妈，全收。不是，那里边还有我的呢。啊？再说啊，说。妈，就用了这一个呀？啊。妈，哦，化妆品，化妆品在梳妆台，梳妆台，梳妆台。我化妆品出不了门了。没事，别难受。我妈是为咱们好，为咱们好啊。她就这样，没事。啊，哎，别急啊，不难受。没事，我都给你偷过来，咱偷偷吃吧。高总，您的咖啡。教我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高总，我不是这个。哎呦喂，哎呀，高总，哎呀，对不起，高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高总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私人时间了，你不知道，红魔最近失恋了，可不就一心扑在事业上了吗？他不是结婚很多年了吗？好像是因为生不出孩子才离的婚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那个保洁阿姨都看到离婚协议了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天哪，人家小三都快要生了，现在离婚协议还写这个？当然不是了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隔墙有耳传出来的了，结果顺风耳。再说了，我们又不瞎。红魔这状态，这脾气，天天跟吃了枪药似的，八成都不来那个了吧？红魔就没有那个吧？哎，接电话呀？不是我的呀，你的吧？也不是我的。喂，我正在卫生间呢。我来大姨妈啊，肚子好痛啊！小姨，在哪儿呢？我还能在哪儿？在公司。啊，我去公司找你待会儿吧。我不是离婚了吗？那日子过的真是自由自在啊，又没有孩子做拖累，我才知道什么叫有钱有闲。我跟你说啊，没结婚的人才拼命想结婚，离婚的人谁还想结婚啊？我就一个人下半辈子好好过，你就放心吧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一会儿见。一敏。姐，我好无聊啊，你是不是都把我给忘了？我可是因为你家阳光才没去上蜜月的呀。我知道我欠你的，中午请你吃饭行了吧？我就等你这句呢，我先去换衣服啊，我一会儿把地点发给你。好嘞，拜拜。告诉我，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给你沏热咖啡了。擦擦眼泪。啊。你没什么错，别哭了。那是我们错了。对，我们错了。你们俩哪错了？我们。
工作时间扯闲篇儿。我虽然严厉，可我都是在工作上和你们就事论事。我什么时候因为私事骂过你？咱们年龄不同，经历也不一样。我不苛求你们大家能够理解我。我来想跟你说，麻烦你明天早上，还是给我买杯热咖啡，谢谢。人家戴维是美国籍，将来孩子也会是美国公民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去国外定居，是吧戴维？所以说呀，红魔应该不是丁克，是压根生不出孩子。红魔是根本没有那个吧？爸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拖到现在？你这话说的，那我不是刚到新公司吗？我忙得跟鬼一样，哪有时间处理这事儿啊？刘爱啊刘爱，你真是铁石心肠。哎，等一下，姐你去哪儿啊？我让你出来是帮我出主意的，不是让你来骂我的。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把我自己骂了一千遍一万遍了，就不劳烦你了，好吗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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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知道我知道，姐，我刚才是一时激动嘛，啊，姐，你这么想，这你婆婆带着钱和一腔热情，来看望怀孕的你，结果发现你流产了，你还瞒着她，你觉得她会怎么样？会杀了我。所以流产这事儿你得赶紧说。知道，可我怎么说呀？你说这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啊。是啊，得说。可是你用什么姿态说呢？用什么姿态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还得跪下？这跪着倒不至于，但是低三下四是肯定的。刘爱同学，你现在就得清楚地意识到，因为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坦白时间，所以现在问题已经升级。那面对一个已经升级的问题，所有话语权就在对方手上。姐，在我看来，你现在就应该赶紧回家，甚至连喝一杯水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回到家，你就拉着姐夫的手，开始哭，梨花带雨的哭，怎么惨怎么哭，说你心痛得无法呼吸，然后拉着姐夫一起去你婆婆面前哭。那我要是哭不出来呢？你哭不出来也得哭。姐夫最近刚升了职，又长得一表人才。哎哎哎，打住打住！你说的那是你姐夫吗？是我姐夫呀。姐，你别笑。你今天要在你婆婆面前哭不出来，这保不齐明天就跟高大上似的，得在情敌面前哭出来。没那么夸张吧？现在
我在外边那个。好，我这就来，哎。老公，你在哪儿呢？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继续。那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呢，在生产之前啊，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的情绪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比如说怕出血、怕痛啊、怕难产、怕孩子畸形，还有呢怕自己坚持不住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这一系列的恐惧呢，会引起我们的焦虑不安，而焦虑不安又会导致于你的心率呼吸加快，肺内气体交换不足，所以它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些后果，比如说子宫缺氧，人家都七八个月都快生了，宫口扩张不足，咱们这还有这个来早了吧？啊，胎心人家学习一下，慢的，所以这是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我告诉你。这是我妈抢的名额，第一节课免费试听。这各位啊，都已经为人父母了，咱们做事儿一定得靠谱一点。我跟大家去讲的这些内容呢，很多是在你们顺产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些紧急跟危机的一些信号。如果你现在不认真听，到时候会引起什么呢？孩子宫内缺血缺氧，这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要听仔细一点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教大家一些实用的技巧跟方法。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先来探讨的呢，叫呼吸法。我们先请一对夫妻来给我们做个示范。嗯，来，就你们吧。来，请二位上来，我们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别，那个我这还早呢，你看他们都快生了，让他们去吧。这早什么呢，再早早个九个月吧，没问题的，来吧。来，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？哎，当心。好，各位呢，接下来呢要跟着我一起做。来，请我们的孕妇到这里。我们呢先要双腿跪在垫子上，对。然后呢侧身躺下，侧身。好，在躺下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记得双手要向后撑，双手后撑，下颚微微抬起，对，双腿打开。好的，这个时候呢，骨盆向上提，丈夫呢在这个时候可以托着妻子的腰啊，这样呢可以帮助妻子来保持平衡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大家接下来开始呢，跟我一起练习呼吸。我们先来吸气。哎，闻鲜花一样的感觉，对，没错，呼气，吸气，对，没错，呼气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感觉到肚子里的孩子会动哦，胎儿在肚子里呢开始有活动了。哎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啊，这是他与你们呢第一次的互动。哎，这时候他很愉悦，他在跟你们做游戏哦。真的，我家宝宝动了，我家可以动了。我看着我一下，咱家这怎么样？动了没有？妈，这上着课呢。你懂什么？你在这儿，我来。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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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和奶奶来看你了。我们这还小。老师。我们家这个没动静，没动没关系啊，说不定孩子他睡着了。对，说了还小，这个点睡觉不合适吧？把他叫起来。你
这几个月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我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，我腿有点抽筋儿。哎呦！哎呀，抽筋儿了！哎呀，你可得小心点儿啊！这是肚里还有孩子，没事，没事，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给你揉揉啊，没事。好点吗？好多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你确定吗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不用去医院。我跟你说，难受就得说，哎呀，不然就还是去医院吧，去医院踏实。万一影响孩子呢？我知道，真的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还是去医院，走走走，去医院。不用去，妈妈。对不起。咋了？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妈还没听明白。其实，在我上新公司上班之前，孩子就意外流产了。我想告诉你和阳光，但是我张不开嘴，我害怕你们失望，我怕你们难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阳光。
回来了，赶紧来歇着吧。老公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觉得逃避也不是办法，我应该跟你和妈当面说清楚。我妈回家了。妈是不是对我特失望了？说不失望肯定是假的，但他也没说什么，就觉着继续在这待下去会影响你，所以先走了。他就让我告诉你，让你好好养身体。对不起，老公。说这干嘛？我知道你也不想这样。你看你。说，别乱想了，来，别哭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宝宝觉得我不配做他的妈妈，所以他就不要我了？你看你，别老这样好不好？啊，咱不想这些了，别胡思乱想的。那什么，那个，我再给你拿点巧克力吃。那个吃完了可以开心啊！我不吃了啊！这段时间我也不敢告诉你和妈，宝宝没了，你们俩每天给我补，我胖了八斤了。哎呀，没有，胖点好啊！你以前那么瘦，我都担心你身体，胖了好，暄会儿好棒。讨厌！别哭了。老公，嗯，对不起，没事啊。要不你还是吃点巧克力吧，好吗？是不是你自己想吃啊？我，你回来之前我已经吃好几块了。喂，高小姐，账号已经发到您手机上了，麻烦您尽快付款，我们好开始接下来的工作。好的捐献者大家都在抢。不是，我想最后再跟你们确认一遍啊，我真的能生吗？您就放心好了，比您大10岁的顾客我们都见过，人家都生了双胞胎了，只要您按时吃药备孕，我们保证明年的今天您就是妈妈了。行，那我下午就打款。再见。明年的今天。请假，我都来公司6年了，除了出差，他恨不得大年30都到公司报道，这也太反常了。我看他就是死撑，谁面对这么大打击能受得了啊？前两天我看他在办公室一个人笑呢，
笑得那小一个阴森恐怖。最近啊，谁也别招惹他，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高总，别跟我说这是你女儿。不是，不是，是，情况是比较特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贝贝。今年几岁了？我六岁。你可真可爱。拿着，阿姨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啊？你为什么不来我们这玩？妈妈说老板是个魔鬼，会吃掉贝贝的。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撒谎呢？高总，对不起啊，我这就带他走。你带他去哪儿啊？来，贝贝，到阿姨这儿来。去办公室玩好不好？好。阿姨办公室啊有糖，阿姨还跟你一起玩小皮球，好不好？好。快来，先进啊！你忙你的吧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阿来真的是疯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赶紧问一下，您别着急啊。好好好，我回头给您信儿啊。谁呀？刘小姐催着咱们打款呢，好像特别着急，说再不打款啊咱就违约了，要不要打电话赶紧问问买咱房那两口子，他们那个贷款办完了没有？天多好，25号了。我早说，就差一天了。哟，老公，嗯，咱要是真给不上钱，他不会真收咱们违约金吧？刘小姐不像那种，差两天我觉得问题不大。行，那你忙着找，我给他们打电话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不要吃早点啊。知道了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哎，你好，杨小姐，我正打算给您打电话呢。我想问一下，你那贷款下来了吗？大姐，对不起啊，没批下来。什么？没批下来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现在是这种情况，你的贷款下不来的话，我们就要给人家赔偿违约金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换银行了。那你换的银行什么时候贷款能批下来呢？我们也在等。你得给我准确的时间呀。喂，喂。刘小姐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事儿真是个意外，我们谁也没想到银行不给他放款啊，而后来钱总算是弄到了，手续比较麻烦，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们缓几天？银行不放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怎么筹钱是你们的事情。是我的意思，刘小姐，您通融一下，缓几天，我肯定能拿出来的。再说了，您现在换买家也没有那么合适的吧？牛姐，您就看在这么喜欢你房子的份上，通融一下呗。哎呀，咱俩也算是趣味相同，对吗？小姑娘，我也不是非要扣你时间，是，我也是签了违约合同的，是，都是白纸黑字，不是我逼你。你要是在合同时间过不了户，我的上家要找我追讨150万的违约金，你说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。是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只能按照合同跟你们收100万。
100万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们这次凯旋地产改造的全案介绍。因为与之前的方案有很大的出入，所以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。哎，你的电话。我正讲着呢。急事儿。谁呀？你老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稍等我一下，你们先看一眼啊。喂。哎，怎么了，老婆？你见那牛小姐了？她怎么说？要多少钱？100万。老公，我后悔了。你后悔什么呀？你说啊，咱那会儿我要是别心了，把我爸那房子卖了多好啊！咱俩做好事，为什么咱俩弄走？就给这100万了，宝贝儿，这不像你啊，你是个战士啊，区区100万就把你给吓着了。况且你确定真的是100万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那牛姐说的是实话吗？她那上家就那么狠心让她赔150万，她会不会想急着过户吓唬你呢？啊？哎。喂，对呀，喂，哎呀，你不用跟着我，跟着我也没用的。那个牛姐，咱们再聊聊行吗？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不是不是，以为我着急过户、危言耸听的？不是，那这个就是我上家的地址和电话，只要你有本事说服他。我这儿绝不为难你，真的。行，我试试。你试试。我现在打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徐姐，我叫刘爱。对，您不认识我，我是牛小姐，买您房的牛小姐，她的下家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很冒昧的给您打电话。是这样的，我这边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呢，您看过户的时间能不能拖几天啊？徐姐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一切按合同办事。徐姐，挂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小姑娘？我说你呀，还是想办法借点钱，赶紧过户吧。这样对咱们俩都好。我也想，但是牛姐真的是挺大的一笔钱，我一下子也弄不到，通融几天吧，就晚几天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以为银行是咱们家开的？我也没办法的。牛姐，现在几点？9:14。记住了，老公，中午12点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的百万计划。你呢，负责上家的徐姐；我呢，负责搞定她老公。分头行动。哎，消息靠谱吗？是高密的发小的表妹的三舅妈，帮徐姐卖的房。这绕得有点远呢。就是很远呀。那你还信？不然呢？有别的办法吗？有退路吗？昨天晚上我说什么来着？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加油，老公！呼气，抬起你的右腿，去向后蹬直，脚后跟有力向后蹬，保持呼吸。脚后跟有力向后，右脚后跟有力的向后蹬直。你好，你是徐姐吗？你找谁？啊，教练你好，我老婆脚崴了，让我帮着上一堂课回去教她。那你进来坐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鞋子脱在外面。好，同学们。
平稳呼气的时候落下，你的右腿再次吸气抬左腿向后蹬直，脚后跟有力的向后蹬，保持顺畅的呼吸，腿不要太高，腿低一点。垫子，同学，你后面有垫子。哦，哎，谢谢。好，呼气的时候松开双手，将你的左腿蹬直，右腿向后，左腿再次向前，将你的右腿去抬起来。吸气的时候，左手向上去扣住。在这里保持呼吸，抬头向上看。请问您是徐姐吗？您是徐姐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徐姐你好。那个是这样，我找您有急事儿，就是房子的事儿。昨天给您打电话，您没接。二，不知道一会儿练完了您有没有时间，咱找他聊一会儿。呼气的时候松开双手，双手再提前撑地，右腿蹬直，左腿向后，右腿向前。还是来到我们刚才的跪立。你好，能和您打听个人吗？这里边有个骑车的，非常厉害的，叫军哥的，是哪个呀？你找我吗？你就是军哥，军哥你好，我就说嘛，一看您就是这里边最厉害、最专业的。过奖了，没看你在这边骑过吧？对，我第一次，主要是今天就是来堵你。啊？军哥，我是想请您帮个忙。啊，你说。您不是有个房在卖吗？然后尾款也没到，所以一直过不了户，对吧？嗯。你是那买房子的？我是您的下下家，因为我跟他过不了户，所以他跟您就过不了户。军哥，看面相您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所以能不能宽容我们几天？求求您了，别让律师下律师函，别告我们成吗？我就没有发出过律师函，我这边宽限您几天没问题。真的吗，军哥？啊！谢谢军哥，军哥，帮我下车，军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哥几个，你们先骑，你们先骑。好嘞，军哥，好嘞，好嘞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别走了，好嘞。老公，徐姐她老公我已经搞定了啊，徐姐那边就靠你了，加油。再次呼气，身体扭转向左，指尖在臀部后侧去点地，脚趾回勾，脚后跟向远蹬。徐姐她老公我已经搞定了啊，脚趾回勾不是向前绷。好，呼气松开双手，右腿蹬直向前，左脚踩在右膝的外侧。再次呼气，身体扭转向右。徐姐，我们已经跟您老公联系了，他说没问题，所以我特意这。军哥，说好了啊，再宽限我几天，谢谢军哥。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我跟我前妻刚离了婚，房子判给了他，这事儿你得问他，问我没用。刚才为什么不说？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已经不是我老公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再说了，你跟我说这个说得着吗？我跟你说，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赶紧走啊，别耽误我们练瑜伽，就是别耽误我们练瑜伽。哎，徐雅，关门。哎，徐姐，喂，哎，老婆。喂，老公。还没跟徐姐说她老公的事吧？千万别说，那是颗大雷。
来。不是，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？已经炸了，任务失败，老婆。啊，等见面再说吧。哎，还练瑜伽呢，这整个就一暴力瑜伽。老公，我觉得咱俩不能就这么认怂了，再想想，肯定有其他办法。已经搞砸了，那徐姐的老公摆明是在外边有了小三，那徐姐一怒之下要卖房拿钱，就打算离开这个伤心之地，再加上那个高密发小的三舅妈的同学啊，她没弄清状况，所以害得咱们现在弄巧成拙的。所以说呀，关系太远的人说的话不能信，死人都能给说活了。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你不是说有第二方案吗？你说说看。真要听啊？不会是什么馊主意吧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你说呀。我的第二套方案就是再去求求徐姐。特别好。是不是？特别妙，太让我意外了。老公，异性相吸，从哪儿跌倒了，咱就从哪儿爬起来，散发你的个人魅力，征服他。明白了。舍不了老公，套不着房呗。但是，注意尺度。祝你成功。干杯。您的咖啡。谢谢徐姐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、是你跟着我。哎，没，我就是想请您喝个咖啡，顺便为昨天的事跟您道个歉。哎，起来，谁让你做的？我在等朋友呢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跟徐姐您聊一下买您房那牛小姐的事儿。我发现你们这是真有病啊，追人追上瘾了是吧？我和姓牛的打官司，要他赔偿延期过户违约金，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按照规定，他已经延期了20天了。合同上明文写着，如果超过15天就可以解除合同，并且他要付我未付房款的20%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，这当然。赶紧走啊！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报警。哎，别别别，徐姐，那个真的有关系。您听我说啊，您跟牛小姐要150万是吗？她就得跟我要100万，这整个就是一连环套啊，我给套在里边了，所以我必须得找您来通融通融，我求求您了，行吗？你找我通融啊？那我找谁去？如果这个世界求情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，那我早就是千万富翁了。我离了婚就分了这一套房，你们的事儿我不管，但是违约金必须收。赶紧走人啊。徐姐，我求您了，行吗？您不知道，我今天要是来了跟您说不明白这事儿，我回去没法跟我媳妇儿交代。行了，别跟我来这一套，早就看透了，赶紧走人啊。徐姐，您可怜可怜我行吗？您不知道这事儿对我来说有多难，这事儿太重要了。我为了这房子，我后半辈子都已经套在里边。你说本来吧，我觉着弄套房子就能过上好日子，这谁成想，这到现在房子没弄着，我这媳妇还一直闹着跟我离婚。你老婆怎么了？要跟你离婚啊？那为什么呀？别伤心，你先坐下说啊。来，先坐下。哎，您不知道，说出来不怕您笑话，就是我老婆吧，在外边一言难尽，我跟您说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我这心里太难了，这
这就是演着戏过日子。说实话，他特希望我弄房这事儿就泡汤了，这样他就更有说辞了。你说我不来找您，我找谁？哎呀，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他外边，那你可得小心了啊。徐姐，这事儿我都不敢往下想。您只要帮帮我，这就等于救我一条小命儿。算了，算我倒霉。我呢，就给那姓牛的再宽限10天。如果10天之内他要是还不跟我过户的话，那我是还要跟他要那150万的违约金。哎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了，谢谢徐姐。你不用谢我了。这10天的补偿款我还是要要的。哎，好，我承担。行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我朋友马上就要到了，那你就先走吧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谢谢。哦，好，好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啊，行，啊，再见啊，好。哎，虽然说啊，徐姐给咱们让了10天时间，但是现在借钱的任务啊也迫在眉睫，抓点紧。是啊，咱们总共需要借125万，现在还差多少？125万。感情这一宿你白忙活呀？啊，一个没借着啊？阳光谁说的呀？放心吧，我一个电话，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马上把钱送到。钱呢？钱呢？钱呢？老婆，现在状况不一样了。以前我这帮哥们儿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现在成家了呢，钱都在媳妇儿那儿。话里有话是吗？哎，要不这样行不行？咬咬牙，咱把小凯给卖了。把小凯卖了？那不是你小老婆吗？你舍得呀？是不舍得呀，可是这不是非常时期吗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哟，我今天怎么了？以前你不是一直说嫉妒我这小老婆，打算把她给卖了吗？我是开玩笑的。老公，你想啊，咱们俩有钱了以后，第一个大件就是小凯。你那么喜欢他，再说这么多年咱们跟他也有感情了，哎呀，别卖了。嗯，哎，要不我让大刘找一熟悉的人给他抵押了，等咱有钱了再赎回来。哎呀，不行，你给别人，别人能爱惜他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别打小凯的主意，想别的办法。哎，要不你问问你小姨还有高蜜呢。你以为我没想过呀？你想啊，小姨刚刚离婚，现在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，我怎么跟她借钱呀？可不嘛。那高蜜刚嫁到邹凯家，本来跟婆婆关系就不好，咱们一个人借钱，婆婆想，哦，秘密真冲我们家钱来的，这哪行啊？还真是。几点了？先睡觉啊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办。睡觉。啊，能睡着吗？那怎么就不能睡觉？真是，走。心真大。我还不睡觉啊？啊？哎，睡不着，特别的焦虑。哎，睡觉了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，天塌下来也得明天补啊，睡觉重要。哎哎，老公，嗯，你没跟你那好闺蜜大刘借钱吗？嗯，她说明天给我送钱来，你别管了，快点睡觉啊。不睡觉身体还出问题。嗯，对，你甭管我，你快点睡觉。老公，快盖上。
烧饼。哎呀，睡吧。上面带着血，竟然把他给吓着了。妈，嗯，这个是我送给您的一点小心意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嗯，放着吧。妈，这是高蜜精心为你挑选的，打看看呗。嗯，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牌子的东西我已经有很多了，家里都快放不下了。你拿回去送给你妈吧，你妈肯定会喜欢的，好吗？啊。对不起妈，我不知道您不喜欢，我下次一定选一个您喜欢的，给您换个别的。真的不用了。妈，我先去上班了，公司还有很多事情嘛。嗯。哦，老公，我送你。嗯，好。哦，这样，高蜜，你留下，我有点事要跟你说，好吗？你先去忙吧。行，那你留下陪妈。啊。坐下吧。啊，好。高蜜，你看现在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的规矩，好吗？好，妈，您还有什么规矩您就说。那第一条就是，长辈说话的时候呢，不要插嘴。妈，我……哎，你看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家呢，是有人做饭给你吃的。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不做饭，所以从明天开始呢，你要学习一些中式的还有西式的饮食文化，这样出去有人问你的话省得露怯。嗯，我说话你能听见吗？他怎么没有反应呢？我能说话吗？妈，说吧。我听见了，妈，我都知道了。嗯，还有你怎么着，一会儿准备去海边度假呀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以后请你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都不要穿这样过于暴露的衣服。你呢，现在已经是我们邹家的人了，你出去的形象呢就代表我们邹家，所以穿衣服一定要高端大气，不能再穿你身上这样廉价的衣服了。嗯还有，邹凯那个银行副卡是不是在你那儿？是，之前筹备婚礼，好多东西都要准备。邹凯怕麻烦，直接把副卡给我，让我随便花了。哦，那过一段时间我要把这个副卡收回来。你每个月呢，可以去公司的会计那儿领几万块钱的零花钱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的每一笔花销我都得过目。妈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之后的每一笔花销都要由您过目？对呀。妈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是邹凯的太太，我已经嫁给他了，这老公的钱不是应该由老婆来支配吗？为什么我还要去会计那儿领钱啊？那你就错了，邹凯的钱不代表是你的钱。那我们邹家可以给你提供最好的吃喝啊，最好的衣服，最好的包包，你都可以随便，但是这不意味着你可以任意支配邹凯的钱，明白吗？还有，你别忘了你当初曾经跟我说过，你嫁到我们家来就是冲着钱来的，对吧？妈，您误会了，我说我不是冲着钱来的。哦，不是冲钱，那就好。嗯，那我想我们俩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嗯。